我们这个反正看到桥段都拍到很清楚，非常清楚啊。那我放在 YouTube 啊，你有 email 是吗？有 email， 我寄给你。脸书，大概有脸书吗？因为要等到我回去啊，下礼拜啊，就会可以看到这边的，它的速度很慢，这边我要放在 YouTube 很慢，因为我换了一次是很多 video。大哥，你有脸书吗？我可以。你有用脸书吗 ？Facebook 我没有。没有用。谢谢。大哥可以分享到脸书给我这样。Facebook 啊？对。不会分吗 ？Facebook 还是脸书我直接。这个 Facebook 是什么号码？你跟他讲，他比较熟。脸书就是这个。不是，假如 Facebook 让你放什么名字 ？Facebook 就是这个，就是打入这个，对，或者是 LINE 也可以啊 ，LINE， 还是你现在有 LINE 吗？现在有啊。我直接加，这样子我再传给你这样。我是新加坡，他是马来西亚嘛？对。可以加入你的 LINE。我的 LINE 是马来西亚的 LINE。你可以，不是我直接扫描这样子。我不是直接拍的，没有用无线啊，这样直接拍啊。哦，他有时候就要开讯号，对，讯号的时候，对，可能就讯号影响到这样。那为什么他才会最后啊？对，我已经拍了好久啊，都没有，然后感觉怎么有讯号在那边干扰？对，那这个在拍啊，这个在拍，我们的Hello， 我的名啊，不是我忘记。你的名叫唐子琪，对，这个也算一个 camera 的下面，是很高级的。那个你都来台湾拍的，对吧？
聊差不多，假如生意好，每个月都会来一次。但是假如做生意啊，就是做 camera 啊，就做 camera 的时候要拍摄的嘛。对，大概用小心来拍啊，不可能你一个人呢、啊、可以用这么多个 camera。好像你在唱歌的地方，现在我一个放在地下，对，那边有两个，那一个在转啊，这个啊，假如你用这个啊拍了你的这个 video 就很特别，因为那个镜头是个不一样的嘛。对对。假如我那只很长的啊，从上面呢、啊、还可以拍下来，我更好看。啊，那等一下回去啊，就再录过一次啊。那那个大的电视机，不是你可以看这个不一样的，那镜头我拍的不一样，很特别的，好像是拍电影这样啊。对啊，用小心啊，在那个电影的 quality。哦，是。好，我一定会送给你。哇，这个设备会很贵吗？这个不会很贵。不会很贵，但是我回来啊，然后我们回来好评一次看。我们也是很喜欢音乐啊。是。啊，他在 KTV 里面唱歌啊，我有拍他们啊，但是那时候那个 camera 效果没有那么好。是。没有后面。那我送你一张 CD。啊，对，你拿两份吗？哦。你叫我跟他讲，我再拍。这个有比较多了，这18首。哦，是啊。对对。哦 ，OK。多少钱？这边送给你。真的。对对。好、哦。如果可以，啊、大哥您会，如果这声音有杂音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声音下去加下去。是啊。OK 的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就不会有杂音。对。在这里面这几首有。啊。对。但是我很喜欢。是真的拍呀、啊哦，真的拍。你在这样唱歌啊，不是在好像改啊，就怕说会有杂音啊，像之后刚才去那干扰。在外面，在外面唱歌比较特别，因为很多人嘛，很多人在看嘛，然后但是可以风景啊，是啊。但是我回来我请吃嘛。好、哦、好 ，OK， 大哥谢谢。是，大哥你有赖吗？没有。好，赖你是这个，有刚刚那个号码。那现在这个，那我戴着帽子，应该拍你哦。那就可以拍，这样，那可以跟车走路不累。是，这样很特别。那你在，我应该也来买一组这种三个。哦，三个。对，四个还是三个？四个，然后那个啊，四个，这个就变成很特别。对，我应该来买一组。我有拍。